郡人不与石松一成续约，取自体育报之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年轻好手辈出，也意味着另一个世代将结束。郡人今宣布不与36岁捕手石松一成续约，他将步上内野手村田修一，成为球队战力外。巨人本系洋联第四座收，11年来首次落在 B 段班，球队季末为加速换血脚步。13日把老将村田修一宣布战例外，如今同为松坂世代的石松一成也没获得续约。今年是石松一成职棒第19年，他在1998年选秀会上因为日本火腿抽选松坂大辅失利补选，成为火腿队史第一指名的捕手。2006年转战巨人，今年开季一军出发，14场比赛8打数无安打，在8月3日降二军调整，生涯510场打击率1.66，20轰58打点。